场，谢谢。26号到44号，请裁判注意一下，总共19位选手，我们取6名。选手注意一下你们中间的间隔距离啊，左边右边我们待会再对调一次，没关系。这么宽啊！共有19位选手，我们取6名。好，那选手注意一下，我们一样是指定动作，7个指定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正面二头肌，请开始。
得小腿要出力哦。好，第五个动作，背面过背肌，小腿收回去，两脚跟着地，谢谢。好，第六个动作，侧面三头肌，开始，后脚往后，对，这个动作其实你小腿还是一样可以出力的，只要脚肩着地就可以。好，第七个动作，肌肌腿肌，请开始。休息一下，那我们裁判有多一点的时间来做评判。那在这边再提醒一下，每一个量级的第一名都要在后台准备，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全场的大专先生的比赛，请每一个量级的第一名选手注意。那大专先生重量比较高，选手注意一下，裁判还在评分当中。